小猪佩奇碰到了巫婆小猪，被巫婆小猪变成了一个微小的小猪。汪汪队立大功的莱德队长寻找到了小猪佩奇，并用小猪佩奇的魔法棒，将小猪佩奇变成了原样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深灰色、浅灰色、黄色、青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